这幅画就是我赖贴图的第二版，也就是走心人生的第二集，叫情花朵朵开。还有就是这次走心机他交了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就是这只情花，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活泼，然后因为他身上头上都会有花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情花。那这个就是情花他的创作来一种来源，就是我的第一版里面有一张图，就是我跟我孩子一起创作出来的这个女角色，然后自然就形成了这个第二版的一个赖贴图的一个创作。啊，这个创作里面就是有包含了很多男女朋友一些情话绵绵，这种贴图就很适合男女之间的一些关怀，因为里面它的主题就是情人节快乐，在我们2月15号情人节之前推出来的一个画。